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哥，放飞东哥。今天上午一直在搬家，人还挺累的。然后我们就在家门口的一家泰国人家里吃，买饭吃。他们家有油那个叫什么油鸡饭，还有那个嘎泡馍。看他们家的那只小猫很可爱，海盗，海东。哎，他的海东。哎呦，他们家我来过三次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其他客人，可能是都是送外卖的吧。他们家是那个 Foodpanda， 他向我走来了。哎呀，他老喜欢蹭，这只猫就喜欢蹭来蹭去。你看，很简单，里面就住人，然后这边车库停车，这边就是放餐桌，然后他们家还有两个生意，一个是做吃的，看到，这是他们家菜单，有那种 gourmet guy， 就是油鸡饭。还有那种炸的油鸡，后面的就是这叫嘎抛猪肉，还有这种炸过的猪肉，菜单很简单。然后这边就是做饮料的地方，品种还很多，这边有咖啡，有 coco， 还有 soda。看里面这个小亭子就是做饮料的，看这边，看这边在压粉，整个院子这种小情调做的还挺好的，像这种花花草草还挺好看，这些种的绿植。哦，大家看这个，看里面这个，看到吗？这里面长得高高的，就是某麻。看，种在自己家里，某麻，一株一株。看后面 Grab 来拿货了，老婆怎么样？老板娘比你美一点吧？对啊，皮肤也很好。对，但是很大，但是就不能细看。对，骨架比较，对，细看还是明显的。好了，这是我的嘎泡馍，加一个煎蛋，看上去还蛮有食欲的吧？而且它那个蛋还转的时候在抖动。对，你看，抖吧，很嫩嘛。很嫩，对啊，哎呦，忘记跟他说，少点辣了。他们家还是蛮辣的，对吧？对的。哇！流汁儿的，开吃。看辣不辣？看这次的辣不辣？忘说了。忘说让它微辣了，对吧？到底辣不辣？你这表情，灵魂辣飞，辣没了、啊。哦，辣辣辣，真的辣。嗯、味道好不好吃？味道可以，味道没有问题，就真的辣。It's okay. Have a cut. 好，这个是我的。好、哦，这个我的，可不干。在吃饭的时候无意看到别人来电费单还是水费单？这个应该是电费单。你看身上有台机器，直接单子就打出来了，这还挺有意思啊。How much?
然后现在开始买单了。多少钱？185。185。Okay. 好啦，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，吃完了。老婆，说一下这家店怎么样？没有带错吧？你是指吃的还是指老板娘？你都可以说一下。我觉得他的吃的口味就是很典型的泰餐，口味就是中规中矩。对的，对。但是我是奔着老板娘去的。老板娘很赞，我没有说错吧？对的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欢迎关注点赞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。